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慧科，邹人，授业于子思的授心法，游说战国辟一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众人义，轻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亚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，官敏如周敦颐、陈浩、陈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究未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以盘转西域世教接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慧科，邹人，授业于子思的授心法，游说战国辟一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众人义，轻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亚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，官敏如周敦颐、陈浩、陈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究未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以盘转西域世教接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